颜色 黄色 书包是黄色的 绿色 书是绿色的 红色 铅笔是红色的 蓝色 笔袋是蓝色的 白色 尺子是白色的 黑色 猫是黑色的 灰色 老鼠是灰色的 棕色 狗是棕色的 橘红色 彩色铅笔是橘红色的 粉红色 水彩笔 是粉红色的 紫色 卷笔刀是紫色的